我嘅作品好多时候都系用到碑嘅意象，而人点解要立碑去纪念？正正就系想透过石碑坚硬嘅特性去超越时间嘅局限，透过纪念将历史转化为记忆。呢件作品系同梦境叙事有关嘅。我喺作品入面选乱咗作家杨绛嘅书《我们三》，去加上我自己嘅解读，将佢视觉化做可游、可行同埋具时间性嘅长卷。咁呢件作品其实系喺我几年前咁啱经过坚尼地城山边嘅一条楼梯啦。咁我就发现佢上面系用一啲有字嘅石碑去砌成嘅。我一路都觉得呢个地方好特别。直到我之後翻查翻啲資料，先發現其實呢個地方應該係1894年香港鼠疫而家現存嘅唯一古蹟。咁所以我就用拓印嘅方式去記錄翻呢段歷史。呢兩件作品其實係透過一啲殘碑嘅碎片，去根據我嘅想像啦，去諗佢哋可以組成啲咩內容同埋意境，去作為一個故事嘅延伸嘅。創作嘅過程就好似考古咁樣啦，用一啲僅有嘅線索，就好似一件器物嘅殘件咁樣，去重組翻一個事物原本嘅面貌出嚟。呢件作品其實係用拓印嘅方式去整出嚟，而唔係用畫筆去畫出嚟嘅。畫面上面虛構嘅景象其實係一個精神頓日嘅願景啦。咁樣係回應翻我其他作品嘅創作意念，希望人嘅精神意念可以不受時間拘束，去遨游千古。